on.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 gonna kick my feet up, then stare at the fan. Turn the TV on, throw my hand in my pants. Nobody's gonna tell me I can't. I don't know what you said. I think, You know,欢迎收看有韧性更韧性美多斯密集修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我们上一次给你们就是哎，他如果要有一个大尾巴，就完全是个大老鼠。哎呦，他喜欢你，他喜欢你的味道。谢谢你。你身上有蚂蚁的味道。哎呀啊！小蚂蚁，小蚂蚁，哎呦！哎呀，哎呀，哎呀，他好爱我啊！吓我一跳！你18岁，哪里用什么面膜？就说越擦那些东西越皮肤越好，是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男孩子做演员，皮肤好不好不是重要的，是吗？哎，你把些精力放在这儿，你会不自然的，很多细节都会围绕着这个东西走去做了，完全走错了。好的。今天是二胖的生日，本来我们要谁说生日的？你就过生日，哎，马上给你了。好呀，我给你找一个帮手。啊，大胖，好胖，二胖，好不好？好。然后我帮你们俩，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妈妈、女儿和临时女婿。可以，两位可以，可以。今天是二胖姜岩的生日，小妈召集二胖大华一起为花样团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其他成员则将继续进入亚马逊丛林学习必要的野外求生技能。拜，晚上见。都到齐了，到齐了。到齐了。郭老师，今天呢，带你们出去呢，教你们一个野外生存的技能。亚马逊这片神秘的雨林中，孕育着60000多种植物、1000多种鸟类和300多种哺乳动物，俨然是一座生命的王国。然而，就在这个王国里，危险也时刻伴随着你。想要进入雨林，花样团成员必须学会特殊的生存技能。这个呢，就是在林子里面怎么能找到一个安全的水，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这种感觉。这是水吗？嗯，这个呢叫猫爪藤。猫爪藤啊，猫爪藤。嗯，到现在为止呢，这种水呢是最安全的。OK。啊，第二个呢，我要教你们在林子里面避开动物，如果比如说有蟒蛇啊，有野猪啊，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把它避开？准备好了吗？是吧？好，马上进到蟒蛇了。没事，除了妈咪还有我，我也会保护你们的。对，好舒服，我觉得这空气真的很好。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就觉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哥，我哥下次来带我们去抓老虎吧。你有没有开枪的经历？只是去看一眼他。看一眼，看一眼你就回不来了。你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这样说话。我觉得以下的日子，三胖跟志玲姐姐得住在一块，互相的发位置，互相感染一下，转换一下。对对对。Thank you.
老师。哦，对，真的，我天啊！怎么了？咬了，没事。哎，你们看，啊，这个是蜈蚣吗，老师？哦，对，真的，我天啊！怎么了？咬了，没事。怎么了？红蚂蚁。王林姐，先把切脱了。看见了。很多。叮咬姐姐的蚂蚁为红火蚁。一般情况下，红火蚁的攻击只会发生局部红肿，并伴随着火灼一样的疼痛。如果被叮咬太多处，则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全身性毒性发作。你抖一下。我的帽子。来，过来，不要待在那里。来，先走。哦，好痛啊！有吗？疼吗？来，拿下。这东西真的是，它是红蚂蚁，然后而且它是很多很多只在你的脚上一起咬，我就觉得那个疼吧，真的是不是能忍受的疼。这个蚂蚁咬在上面的时候，已经像火燎一样的疼。我这整个脖子都咬成被火烧一样。对，很辣，真的。啊。你也是。哎呀。不要停留，我们走。不要停留。好，没了，走，好痛啊，还好痛啊，我刚才混整个脖子都是。好，你们来看一下这根藤怎么样。饮用水是进入亚马逊后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只要找到了猫爪藤，就解决了用水问题。仔细再看一下，它那个藤又跟其他的藤有什么区别？你看那个纹路是不是一样的？哦，不一样。你看它那个树皮啊，它有裂纹，颜色呢有点偏红，看见了吗？偏红，裂纹，啊，这个是不是？嗯，裂纹颜色很深，红色。今天姐先想走了。没有，小心脚底下啊，同学们。那我们就你们就那边，我们这边。我们不要重复。一左右。我牵着你的手。像吗？啊，对，它有显像。对嘛，它是这么一直走的，然后这里就泛黄了。嗯，我觉得是这一条。你站在这里，然后跟魏老师招呼他们之后，好，你就让他过来确认一下，我继续去找找。好，你别动啊，别乱走。行。颜色红红的就能确定。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是。要不要我帮你砍完它？马上就断了。累不累？耶！哦，好。有腿吗？不是的，你看。没有水，它没有水流下来。不是的吧？你看，是不是一样？啊？啊？外观是不是一样？哥。哦。来。来看看看有没有。干一点哈。有水耶，真的是好棒啊！哎，甜的，比我们矿泉水还甜哎。妈咪，精灵，我们找到了！快过来！真的，厉害了，为你骄傲，好女儿。哦，哇，好快，你看，好，那你用那个来装好。去
其实他这个游戏是很有问题的，他就一把刀。其实根本就不是考验你找的东西，东西你拿着一把刀你就疯狂的砍，你疯狂的砍肯定能砍到一条。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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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条吗？不是，看看是这条吗？不是，看看是这条吗？不是，看看是这是啊，赢啊，我们就在这儿等着。郭老师，刀可以借我们吗？怎么样，您那刀能借我们用一下吗？你给我看看你找到了吗？好，我找了两条，对，如果不是这条我还有另外一个备案呢。哪一个？啊，我们觉得这条是，这条应该不是，这应该不是，你看它是发白的。这条，这条颜色也不是，它本来就长这样，完完全全就长这样，是完全就是这样的颜色。哦，这好多水，好多水。对，就这样。想不到我们一下就找到了啊！我觉得好苦啊！我该喝是甜的，这也是啊。很难留满一瓶哎。对。还给那么大瓶。这瓶有点大，显得。关键就是上，哎，里面有水，有吗？正咬就知道里面有水，有吗？而且我们可以砍长一点，这样可以扛回去，就整个把它装满。哎，真的，好，我们需要刀。你们找到了？找到了，这个绝对是。好了，小心啊！好，就像个大水管一样。这根藤它就干藤，干干藤，所以用不了。来，大家汇合一下，拿来。哎，你可以先尝一下。来，甜的。不会啊，我刚才吃的好苦哦。吃一点。好甜啊！是吗？不苦。还可以吗？它像那种金草。甜的，第一次能有这样成绩也不错了，不错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么多木头长了，你们都看到了，都差不多的，是不是？厉害厉害！只不过呢，功劳，我只砍的。好，接下来第二个任务，好吧？好，走，怎么避开动物？来，好的。危机四伏的丛林里有众多形态迥异的动物在围着你转，如何躲避凶猛的动物，这也是亚马逊探险的技能之一。这眼睛是王林姐姐的吗？长了这条不是吗？是志玲姐姐的。不像我们那条啊。不啊，我说这个，比如说万一现在有一条蛇在这里，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要往高的地方跑。爬上去。不用爬，爬那里是很费劲，那你可以把这个荡过去。我先试给你们看好吗？好，看一下啊。哇，哇，泰山呢？你怎么下来呢？请问？看见了没有？我们男生试一下就好，女生还挺危险的，算了。但是我觉得我旁边这一位就是很讲事。真的吗？我也想。那你试一下。你小心点、啊。可以吗？需要臂力哦。没事。可以吗？你这汉子应该可以。你这汉子应该可以。你得小心啊！你确定你要抓紧，对，完永远不要放手。好，小心啊！心着你，梦却。
云云泰山。还有谁要去吗？嗯，对。静姐姐是想吗？静姐姐先来，好，相信你可以的。哈哈哈，去来。加油，这个一定要用力，不能放，好吗？好，来，加油。你好，来，我再接。好好玩哦！放放放！好好玩！太疯狂！还想再来一遍吗？好好玩！不要了吧，差不多了吧。再次，再次。哇，好酷啊！吓死人了！你小心点，小心点。没事吧？没事。你想不想试一下？不，我觉得不要。我可以吗？我觉得不要。对。你这个劲儿是要挺大的。啊，这样吧，我抓你也抓。对。那万一你松了，起码还有我在，你明白吗 ？Are you sure? I'm sure. I'm sure. 来，妹子，你先抓好。来，你爬上去。你这熊背一定 OK 的，对。哎，你把那两个脚放好，勾着它，勾着它，勾着它。我们一定会行，好，走。好，加油！走。不没事，我以为我抓得住。对不起，因为我太重了，不可能的。对不起。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先放手，放手，没问题。对不起对不起。但有感觉吗？有，你有问题吗？有点感觉吧，我没问题。我戴手套了，我没问题。OK， 我没问题。有人吓到，但是有感觉吗？有。有那个呜的感觉。有。辛苦了，谢谢。好玩。好看吗？好。去菜市场买各种各样的食材，还可以买点海鲜，啊，给大家做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餐。看一下，很可爱。哦，啊！哎呀，哎，不要。给我，我的。哦。哎呀，他太逗了。太可爱了，像一个小 baby 一样。啊。你看他的尾巴。啊。嗯，像蛇。哇。哟。走吧。啊，那个猴子真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啊，你是路的，哈、小猴子。多想陪你走过每一天，陪你感受苦辣酸甜，陪你直到闭上眼，幸福的梦里见。总
其实不难，都不需想得太多。我和你也很简单。二胖来了。谢谢。好，这个就是这里的百货公司。啊，名牌的东西都在这里啊。走吧。看到那个菜市场，我就彻底的傻眼了。菜市场仅有的就这点东西，猪肉牛肉都没有，蔬菜也很少很少，有的就是一些被卤过的腌制过的肉。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土豆 how much？ 6.5 OK。 来一只鸡。这鸡多少钱一斤啊？多少钱一斤啊？它是按只算对吗？这个情况下，半了。咱来半只就够吧？因为半只不够，半只不够，那么多人呢。一点这个。这个鱼看着好点吧，给我们处理一下。哎，这个我挺实在的，这儿。对。Thank you。土豆、洋葱都有了，除了鸡肉没别的肉。咱就把鸡的肉削下来点切，搁在菜里当码就行。没问题。欢迎收看有韧性更韧性美多斯密集修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说相声，说相声，说相声，首先嗓子得好。来一个。说相声，首先嗓子得好。对。说相声。首先。嗓子得好，嗓子得好。提提得。好听你。感觉。嘿，各位来着。各位来着。赶上我劲儿。赶上我劲儿。嗓子还算。嗓子。他这痛快太逗了，他这痛快太逗了，他这痛快太逗了，他嘴唇在抖了，对，好累，他现在没气。花样姐姐由太阳雨净水机，我家的第一台净水机指定播出。喝花样奶鲜，做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喝出自然女人味的贝妮美花样奶鲜特别支持。啊，原始部落。Oh my god！ 天哪！哇！在亚马逊浓郁幽深的雨林中，如今还生活着1000多个部落，他们依旧身穿草裙，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男人负责打猎、捕鱼，女人则利用植物的果实或种子，手工制作一些生活必需品。Hola！ H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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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Hola！ 来。这是什么？它是一种果子，果子里面呢是一种天然的染料来的，它呢是给你画了一个老虎这个样子，因为老虎呢他认为这个是最凶的。问圆圈。现在问那软弄的。看着你这样。你说老虎的画风呢？喵。现在很像个麻将。你为什么给我涂那么多？我本来只想要两个。好神奇啊！好神奇，亚马逊好神奇啊！哦。哇，这是个什么包子的？乌龟。嗯。这个就是舒兰他们说的。好可爱啊，我从来没见过舒兰。长得怎么这么眼睛
他就永远笑着，永远这样。Nice to see you. Leon, gracias. 他一辈子就这么微笑就过了。他就，嘿，我来到这世界了。不要，这最恐怖。你看他的表情，就是一个表情就是。我以后你干嘛？你就跟 Henry 睡了一晚就搞成这样，你看你的画风，刚来的时候多单纯的。对我奶奶喝。这个是紫猴。这样哦，你好可爱呀、啊！他会这样跳，他会有，他会跑调吗？没事。哎，他眼睛跟你差不多大耶。来，让他们给你们换一下的衣服。好啊。我还是把猴还给别人的，他开始怕了。呀，他看到手啊，你慢。Gracias, thank you。直接就放在头上就是。王玲姐，你把包给我吧。不行，我怕丢。可不可以给一个可靠的人？我。谢谢你，我求求你了。明白。可以来 ，Thank you， 走。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你刚才放了个屁的感觉。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们射中。100美金，射中一个就100是吗？一定可以得到100美金，我人这么大方。他说话从来没如此大声过。哦，差一点点。哇，压力好大呀。你看，对吧？可以的。好，我的第二发。好，加油啊！100美金。鼓励。加油。再试一下。有了，中了这个。斯王女儿。哈哈哈。等一下，我先量一下。你要这样，这也太。
后还有抛弧线。好，不是挂固定住。好，这个我来帮你扛，这样行吗？好，这样行吗？好，加油啊！我要两百，相信我。你就对准他就好了，就我看就一直对准他。这个可以吗？这边有吗？你自己先调好，就对准他，你眼睛别睁那么大。张胖，来，帮你来。起来。张胖，好了，我调整过来了。而过，继续把他们的钱都赚回来。好，志玲姐姐，志玲姐姐来了。参观一下吗？现在参观一下吧，好不好？要买一个，因为我们没有准备给那个江妍姐，她今天生日，我想给她买一个，为我们给江妍姐买了生日礼物。哦，对，生日哦，这是捕梦网。对。你是总指挥。好的。哦，你看。哎呀，鹦鹉来了，好漂亮哎！哎，你不能把那个梗都揪掉。哦。光揪叶子，梗是炒着用的。这个这些啊，就行了，那可以了，那可以了，对了，只把叶子弄掉。哇哦，我这个土豆够吧？够。土豆全部削掉，全部削了。全部都得削。好。那胳膊那大。不行，我告诉你，不拿这个，二胖，你听我的。洗干净就搁那里蒸去。哇哇哇哇！哦。哎！怎么？哎，我的手！
你担心我吗？哎呀，你，哎，你太讨厌了，吓死我了！啊，我谢谢你那么担心我。哎呀，好了，有机器啊，打情骂俏要注意啊。海胖，哎，我们现在一起这样子，有没有像我们在呀、啊，就结婚以后那个？这么宽的距离？哦，晓得 ，OK， 好好知道。哭了吗？别哭。我那么难过。为什么不爱我？我这么难过。他除了打杂之外，他还负责捣乱。你有没有发现，他就一直就很专心，很认真的在做，然后他好像没有笑那么多，所以我有故意的啊，跟他开玩笑啊，弄他笑。你烦我？不烦。快点吧，赶快一。结婚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咦。你别在这碍事了。好好。负责轰苍蝇。好。要不然太脏了。打火机。我把鸡给弄了。啊，我来弄沙拉，好吧？这个最简单。哇，味道很好。慢慢倒。对了，好聪明。这个太大了，没有东西能遮得上。哦，找一个东西可以盖一下。哦，盖不了。盖不了。不行。这个行。我们要搁在那儿，这个太高了。这个够。够。哦，那够好。哎呀，好聪明啊。OK。这个定做的。定做的。OK。定做的。这个锅很瓢，你离远点。给我拿个铲子。铲子。对。不行，这不是铲子。好了。明天有没有人等我回家吃饭？简单的生活，找一个人陪。要我这样吗？我可以。这样啊？对，要不要用我用一下？你可以吗？我试一下。你试一下啊。看一下，来。哎呦！不错，真的特别像一个专业的厨子那样。哎，编的还挺像回事儿。因为我以前有，拍一个电影，然后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就是一个天才的厨师。所以我大概六七个月，我就跟很有名的一些厨师一起，就是四五个小时一起训练。Challenge evolves on the board. Contest against Chef David. The final contestant will compete with the original Master Chef. 用一下就好了。Good for me. It's okay. Yeah, I want okay. big. Yeah, bigger. Yeah. Can I get one big? 你要吗？要不要一起买一个？啊？啊？我买他们不让的。让。跟他讲好了。两个就四十了。对啊，没关系，我跟你一起，你要跟我一起穿哦。会啊，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吗？要不要跟我一起穿？好。嗯。
买了。This is my girlfriend. She's beautiful, muy bonita, muy bonita. I'm very rich. A lot of money. Yeah. How much? 56. 不够钱。 One second. 他之前不是说二十块钱一个？多少钱一个？哎呀！ How much? Thank you. 帅吗？ 花样姐姐由太阳与太阳能、太阳能一切指定播出。我们等那个大眼儿，哎呀，啊，等那个大眼儿多少钱啊？二胖儿，从二。哎呦，我真受不了，俩人还盯上你了。哎呦，我的妈呀！大眼儿，对，大眼儿，对。 咱先说一个生日快乐，我们去拿菜啊。二胖生日快乐！永远漂亮，永远少女心呢。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交给你。找到了，找到了。什么什么漂亮的？你们买的，他们俩自己买的，我好看吗？好看，好看。配吗？配。就是你们了。哎呀，今天了，今天了。这个今天而已。好，谢谢。咱一块儿去吧，菜他们确实拿不过来，都好重，走，我们一人拿一个。 都在这里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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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由心佩服你。二胖。啊？我觉得你这个皇冠真的实至名归，先戴上吧。呀！戴上这个再说。呀！哇！哎呀！不是。哎呦！哎呀！好漂亮。哎，很好，很好，很好，弄什么样子也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我们的菜全都上齐了，嗯，然后那个，谢谢你陪我折腾了一下午，嗯，然后相信这个旅程是咱们这辈子最难忘的旅程。一定是，太好了，太好了。二胖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对，就不能想象哈，就离南极这么近的地方，过最重要的生日，30岁，真的，我们现在可以吃了，每个人都快乐吃。味道都好好，很好吃，因为这个鱼好吃的不得了。这好好吃到哭了吧？可是感动哭了吧？哎呦宝贝儿，好听，一直没停吗？你是中国演员没停吗？大胖，好好的向二胖学一学，嚼一嚼，有点难度。因为二胖这做饭不是一年两年，他呀有过一个男朋友，120多斤，分手的时候180多，快200斤，而且个子不高。
哎呀，来吧，一醉方休吧。其实我有一个礼物，大胖的，啊，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但是小妈老说你穿的不够性感，啊，所以呢，我就找了群男女，啊，那个最性感最炫的民族风，又有胸又有肩膀又有腿儿。哒啦！布料好少。这个真的很性感的一个小裙子，我觉得你穿真的会很漂亮。他会来，谢谢谢谢谢谢，我就是觉得特幸福。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在原住民的部落，这个很厉害，这是。这个是，这个叫捕梦网，就是意思就是，这在晚上的时候，妈妈都会给这个放在小孩的床头边，这样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噩梦都会吃掉，所以这边就是牙齿就吃掉了，前面还有食人鱼的牙齿，食人鱼牙齿的前面，还有那个旁边这个是什么？对，这个是大家一起挑选的，哦，对，这可以带上，现在可以带，对，这很搭，导航你帮他一下，哎呀，这样很难带的这个。对，就这样带，对。去捕那个食人鱼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船上吹着风，我觉得特别凄凉。哎呀，我的生日要在这样的地方过，就进入三十岁。但是其实这个是大自然的馈赠，就让我去，我觉得是天意，让我去感受生命，也是一种蜕变和重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每一个愿望，我其实我每一年生日愿望，我都不敢许愿，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挺幸福的了，因为我怕我要是太贪心的话，万一上天从我身边拿走什么，我不如我就现在这样，我觉得我特别幸福，其实，所以我没有什么愿望，也很知足，谢谢大家。生日快乐！怎么会想起你坠入尽头，想起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我想对二胖说，我希望你做一个不跟大自然，不跟地心引力做斗争的女人，因为你争夺不过她啊。然后你觉得这儿瘪下去你打一点，那儿陷下去你打一点啊，一直到你打到上帝收走你的表情，你就不能做演员了。你的一生，我都会站在你边上，站在你身后陪着你。现在我们欢迎大眼仔放他的歌唱歌。哎，大眼仔，我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跟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大声点，说声未来你好耶。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给我看一下你的屁股。你拉屎了。
起摇摇摇。I kiss you, Monica. Jarvis. 表演双人舞，双人舞，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不整你，对不起 ，OK，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边，这样才好 ，OK， 你张开一下，那你张开，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合上，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是不合上合上合上，哎对对对，对 OK， 好一点，知道吗？哪个新的？爱你到底有多深？我没有，我没有。然后就哈哈哈了又。我刻意注意了一下。三。三二一，弹。小妞，把头抬起来。感谢东方卫视，谢谢，一起感谢东方卫视，感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花样团告别亚马逊，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因为档期问题，资深漂夫李志平将提前结束此次的花样之旅，在利马与花样团告别，只身飞往冰岛开始新的工作。说的还有很多，但此刻只想说谢谢你。谢谢你总是鼓励我，只看到我的好，只爱夸我，当然少不了在镜头前损我，永远相信我。妈咪，你今天早上没有给我吃药。我给你吃药了，你吃错了。It means a lot to me. Love you always， 志婷妈咪。我不想要。二胖，这一次的旅行当中，你为我们做的每一顿饭，我都能从菜中感觉到你的爱心和温暖。希望你一直开心快乐，多穿我送你的裙子。求求你了，真的真的求求你。大志，我会想你的，大志。三胖，三胖。如果二胖是大笑姑婆，那你是疯笑姑婆。哎呀，会想念你的胸腔共鸣。去南极注意安全，不要再拉东西了，不要再拉东西了，大志。
惜你。 Henry Henry Henry， 朋友，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我十分骄傲。现在姐姐们的安全交给你，我也很放心。哥们儿，一定要注意安全，真的像一个兄弟这样。大爷，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对你十分有信心，注意安全，保护好姐姐们啊。小妈，第一次见到你，真没想到我们会那么有默契。有一部戏说，所有的邂逅都是久别重逢，我现在信了。Love。 我叫什么？叫我小妈。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想和你在一起，为什么舍不得分开？或许我软弱，也害怕失败，但有你的笑容，就能让我再站起来。你曾问过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是 my wife。他们要你做一些什么不安全的就别做，不应该每次都他们说什么就做，我们再说什么。OK， 再见，再见。在一起的愉快，你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一切尽在不言中。 I'll always be here. I'll always be here. 志廷。 Thank you. 好，可以。任性病，拼图一，拼图三。拼图一，大眼，这是属于你的，这是志廷哥哥替你拿下的。任性病，我这个打算给志廷，因为他其实他这一次来就是想去南极。拼图三了，拼图三，我觉得因为小妈呢，我就希望这个拼图三能帮助到他，所以交给你了。好。Stories seldom told, flowing by the skyline. My love songs never rhyme.收看由任性更任性美多斯密集修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大家集合，集合了，集合到这里，都到了吗？大家都要集合。啊，好帅！他做大哥了，今天开始他大哥。对呀、啊，立刻登高一呼、啊，立刻登高望远。集合，集合，气势很高。集合，集合好了吗？好了，大家，是，我想给你们看一个东西。什么东西？
我再不要担心。哇，从今天我就要做你们的老大。哎，你做老二吧，比较合适。为什么？你好，我是老大。哦，你是老大。好，好，好，我是老二。然后我是老二，然后啊，虽然我们真的很舍不得志廷哥走了，可是我要跟你们讲，我会很加油的。我从今天会给你们看一个啊不一样的我的一个部分。好 ，OK， 哪部分？啊，就是很你们看过全部我没，很老二的一个部分。很老二那个啊，我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大的样子的。好，虽然你是老二，好好好。然后今天 OK 啊，我要宣布一个事情啊，今天你们想吃汤圆吗？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吃元宵壁炉的华人一起过元宵节，因为他们其实在这里也很孤单，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很孤单。但是我不孤单，我也有两个单。OK， 然后我要介绍一个朋友，非常非常厉害的朋友给你们。啊，我们这里的苏米。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秘鲁华裔服装设计师，他融合了诸多东方元素的设计作品，在秘鲁已经成了大家追捧的潮流。今天苏梅特地为花样团设计了最新作品，姐姐们也将为大家献上一场中地融合的时装秀。与此同时，大姨王林却因为连日的奔波病倒在床。那么多天的劳累，着急上火，赶不上飞机，亚马逊那里在热，所以这个烧一下就发出来了。我觉得整个一个团队拖后腿的人就是我。那我们走吧。走。谢谢大家，谢谢。好，再见啊。最着急的就是要把烧给退掉，没有烧退了，他们说就可以去高原吗？我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今天打了两针，其中有一针打在右边的，打完了以后整个一条腿都不能动了，很痛。但是他们说这样的话就能够退烧了，退完烧以后我就没事了。耶、yeah ！打了两针。我们先要不回房间？我先回房间。大姐，我带她回房间先休息。对，先休息。姐姐，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啊，出发了，哦，好好，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是要把这个太阳雨净水器把它这些水都滤好才行，不然你们每次都去买水，然后又买错，这可以过滤杂质和毒素，对，这样比较重要吧。好，等我一下，我拿个包就来，我先出去准备 ，OK， 好，快点，拜拜。喂。烫头发，还要化妆，真是麻烦。
喝花样奶鲜，做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喝出自然女人味的飞美花样奶鲜特别支持。遗址餐厅位于利马市内的胡亚卡普拉纳遗址上，这里是400年前印加文化的遗址，也是利马人的骄傲。前印加土坯金字塔在夜晚灯光的照耀下，可以让在餐厅用餐的游客们欣赏到独此一处的美景。在充满史诗气息的遗址中举行一场特别的时装秀，对于花样团来讲是一次新奇的体验。 OK， 这放给我们看。我们试的时候，我们就三个一起的。要不要试一次？我们一起走，我觉得试一下。Okay, they want to try out. Yeah, we do. The three of us together, just in case you know the heels and everything. One by one. 哎呀，哦，说要自然，自然。浩仔，浩仔，再来 ，fantastic， 话说非常好。哎，这停一下。哎，那你要停一下。I'm sorry, I'm sorry。那怎么摆啊？啊，这摆啊。One, two, three, next。啊。姐姐很久没有，哎呀，我脸都红了。好，有压力了。好，那么你们去换衣服。我们去换衣服。好，几点开始？还要盖所有腿上的伤。快就会开始了。Yeah, thank you.张，现在因为等一下就要马上就要上去表演了，很重要的人他们在要看我们，所以要一定要表演得非常好。哦，完蛋了，完蛋了，的音都不准。我们在那个亚马逊一直用手，然后所以我的手现在都很硬了，拉不了。